好，如果真係話面對呢個即加息嘅情況，係會加得比較密同埋比較急嘅，你覺得應該買住啲乜嘢喺嗰個自己個投資組合度係能夠受惠加息，或者簡單啲嚟講咧，即係起碼抗衡咗個通脹先咯。其實我覺得個情況，如果睇你點，即係睇你個真係實際要求點啦。如果真係去到只係抗通脹就算嘅話咧，其實就係美國有一隻叫 TIPS 嘅 TIPS 嘅，咁即係其實就係抗通脹債券嘅 mark to market 嘅 ETF。咁其實嗰個係可以做到嘅。當然你話，個情況就非常之被動，亦都甚至乎有啲人會形容為即係你投降啦咁樣，即係好過揸 cash 少少嘅啫。咁呢個即係不為言，暫時嚟講係嘅。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諗唔到方法嘅話，咁呢個可能會 TIP 係係啦。咁就呢個會係一個方法啦。咁但係比較主動啲嘅做法，我覺得其實買 setter 係都做到嘅。咁setter 可能主要集中邊啲咧？咁銀行金融股係可以嘅，喺美國嗰邊。咁個情況係即雖然見到啦，譬如昨晚咁樣，基本上就全部都倒貼落蟹噶啦，即不論科技股以至傳統金融股都係跌嘅，基本上全部你噏得出嘅都係跌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，始終 setter 嘅角度嚟講，估值佢哋相對上冇咁高啦，即如果真係叫做我哋之前講殺股值咁計，殺得嚟係冇咁犀利嘅，即會應咁講，起碼你一堆你科技股嗰堆係用緊市銷咯，即用緊 P/S ratio 嚟計數嘅。咁而呢一堆都仲算，即你甚至乎嚴格嚟講，你用 P/B 都計到嘅，咁所以都 OK。咁當然就個整體美國譬如銀行股咁計都會有啲唔同嘅，相對上你見到做得個可能個經營嗰個效率好啲啊，大家睇前景好少少嗰啲公司就會好啲咯，即譬如你可能JP Morgan 會好少少嘅輕微，咁呢個係可以，但我覺得係個正如頭先講 style 嘅問題就係、是會唔建議話啊買啊，跟住死坐爛坐啊，唔緊要啊，就一買咗追，跟住坐住唔理，跟住再低就問再溝啊。今年大部分嘅股民朋友，即觀眾都係大部分都係問呢啲噶嘛，即幾多錢再溝，佢哋基本上對佢哋嚟講係一定係溝嘅，唔使冇第二個選擇嘅。咁就今年就即明年啦，即二年就可能手法上面要做多兩樣嘢，第一就係買嘅時候要睇價啦，即你可能係真係低吸會好過高追嘅，呢個第一。第二就係買入嘅時候需要定止蝕嘅，因為其實會睇。一定會有啲 setter 睇錯，或者會有啲 swing 嘅。譬如頭先off mic 之前有問過嘅，就係話銀行股係咪22年長坐一定冇問題啊？我就覺得其實有啲變數嘅，個變數就出現就係話而家雖然就即係講到細空夾狼話22年加三次息啦，咁但係其實佢哋都係睇住通脹數據，咁有個叫做領先指標係有嘅，咁而油價你見到即係冇龍咁樣喐嘅話，其實就有啲難搞嘅，因為當譬如落翻去我當你紐約期油啦，過冬天，咁如果落翻65蚊或樓下，咁又開始可以有第二個講法，就話唔係好勁啫，係啦，對翻之前比咁樣回咗落嚟嘅咯喎，其實會唔會又睇錯啊？咁樣即係呢啲咁嘅問題就會令到可以預期就係明年上半年，其實嗰、那個頭先講話加息嗰個諗法，亦都市場嘅睇法肯定唔會好確定，咁所以變咗就會又會發嚟發去嘅。但相對上我即有得揀兩樣，我都會傾向揀銀行金融股作為其中一個持倉嘅理由，係因為佢始終估值上面冇咁犀利嘅，即係冇咁誇張啦。其實而家二年要最緊要 take care 嘅 take care 單債咯，即係你買嘅嘢要諗仲可以跌幾多，呢個係首要注意嘅嘢。咁另外一方面就係、始終雖然頭先講話 spring 即係發嚟發去都好啦，但係始終遠啲睇都係會加息嘅。咁只不過可能係加嗰個幅度會唔會冇咁犀利，即係可能。條街係預緊二年加三次，咁點解只加兩次，咁但係都係加，咁呢啲就會
對始終對銀行金融股會有啲利咯。咁、至於你頭先都有講過下嘅，就係話商品。咁商品方面就其實都可以買，不過就個需要嗰個技巧就會再多啲啦。咁呢個就即係提咗算啦，我都再講就會講到十點啦。係。咁譬如啊，農產品方面咧，你又覺得係咪一個即係、就是、可以考慮嘅選擇咧？譬如 DBA 嗰一類嘅 ETF 咁樣。嗱，可以嘅，但係咧就過往都有個問題，即係而家其實 overall 商品都係處於一個咁嘅情況嘅，就係、是、商品咧，無論你係買相關嘅 ETF 啦，以至炒期貨啦，即係真係直接做期貨，譬如我哋即係成日講嘅玉米即粟米小麥大豆期貨嗰啲咁計啦。其實你純粹真係講 trading， 即係 trade 個 range， 或者你真係做一個中短線嘅部署或者 trading 係 work 嘅。但係咧。因為呢個問題通常就會問啦，咁既然通脹即係好直觀啦，個諗法係咪？就係通脹高，咁就我梗係買定啲農產品相關嘅就得啦，咁我唔會買到一攞。即係會買一屋都係嗰啲粟米啊嗰啲啊，咁咪買 ETF 咯。咁但係實際上嘅問題就係咧，呢啲 ETF 都會有個特質嘅，其實佢哋都係由期貨，即係由相關嘅農產品期貨或者商品期貨做合成。咁合成有個唔好處或者有個問題啦，就係佢每個我哋叫轉倉啦，即係每期貨唔同月份轉倉嘅時候，其實都會有虧損嘅。咁其實累積完嗰個虧損咧。in long run 咧就唔敢話佢打和或者輸，但係就個贏嘅幅度，即係嗰個升嘅幅度咧，就肯定同現貨比咧會有一個好大嘅差距。咁所以變咗，如果你話做譬如農產品嘅相關 ETF， 我覺得可以，但係注碼上面自己控制一下，即係唔好諗住一下劈落去就通脹啦、咁所以咧我就買七成錢落去自己啊，咁千祈唔好啦，唔好做呢啲咁嘅事，係啦，可能係一個小部分，我覺得其實可能under 其實比較好，可能8% 或以下嘅錢，咁然後分兩注喺一啲相對低位少少嘅地方吸，咁係可以咯。係，譬如相對低位，即係你覺得需唔需要再等多陣咧？其實如果你講而家，其實年尾嗱，頭先講啦，就呢兩個禮拜，因為都即係冇龍咁嘅價，就其實唔係太希望喺呢啲時間亂咁做嘢。咁不過你話真係，譬如再年尾再跌啲咁。買一注都得嘅，但係跟住嗰注就可能要最好等到，我覺得等到第一季尾先再算。即係再觀察多一陣先啦。